人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买一辆自己喜欢的车，有一本驾照，有一张小于自己年龄的脸，至少有6位数的存款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有一颗跟得上时代的脑子，初识以为高冷，熟识才发现可爱，深交才知难得。读过女人的资本就会明白，不依赖谁，不讨好谁，你才是生活的主角。